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六节，然后我哋喺里面会揾出神嘅属性吓。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按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我首先解一解呢个经文先啦。喺嗰一个日子，即系讲到呢、这个讲到咧，就系神嘅新约嘅时代啊。喺呢个时候咧，耶和华佢哋嘅神咧，就睇佢嘅子民好似群羊去拯救佢哋啦。群羊亦都有个意思系照顾啦、牧养啦，即系神咧睇佢嘅子民就好似羊一样，照顾一班羊咁样照顾。就意思唔系话羊不及于人，而系话好似牧羊人。一定不會看小他的羊群的，因為他們必像冠冕上的寶石高舉在他的地以上。這個很特別的，即是他講到人的價值呢，好像是冠冕上的寶石。即是你想想，冠冕當然是皇帝的嘛，是不是？譬如在任何的皇帝的頭上所戴的冠冕上的寶石都一定是很漂亮的寶石的。咁尤其有啲，譬如好似英國皇室啊，佢哋嗰啲冠冕更加係好靚好靚，真係唔知幾多粒嘅寶石啊！即係你有呢個冠冕咧，你可以話你一世都唔使做工，你都一定夠有餘俾你做好多好多樣嘢嘅。即係嗰個價值啊！即係我哋都好似呢個冠冕上嘅寶石咁有價值嘅，亦都係被睇重嘅，而家高舉嘅係被高舉喺地之上嘅。咁我哋就思想啦，喺呢個經文裏面睇到咩屬性，而我哋睇屬性嘅時候，亦都諗翻個對比，相反。同埋咧，用普通人形容嘅説話去形容，即係好似譬如有時我講話，誰能使我們與基督嘅愛隔絕？咁我就會形容好似攬實你、黐實嘅、分唔開嘅。譬如神喺你前後環繞你，一路氹氹轉，一路祝福你，一路按手你身上，即係用呢個圖畫去想像啊。譬如嚇以前嘅嗰啲奴仆、奴婢，佢哋咧主人一叫佢即刻要嚟，但係咧佢會唔開心嘅。但是呢，神是不是我們的奴婢呢？不是的，祂不是我們的奴隸，但是呢，祂很甘心樂意服侍我們，並且是24小時，並且祂永遠沒有怨言的。那我們就用普通人的說話形容出來，也都對比。譬如有些人啊，祂跟丈夫說，丈夫啊，你陪下我吧。丈夫是坐在陪下他，不過一路看手機，一路看足球。那的時候呢，有個對比了，很不同的陪伴，是不是？好了，所以每一個經文，我哋都可以諗下佢嘅相反，同埋佢嘅用人嘅形容嚟到形容佢呢種嘅屬性。咁就先有姊妹已經講出咗呢、這個，即係神照顧群羊啦，即係佢有呢個照顧嘅特色。咁我形容呢種特色咧，就係點樣形容呢？即係好似大家都會識得有啲父母咧，真係好有照顧嘅心嘅，佢真係樣都為佢仔女有曬計劃啊，點樣去幫佢更加好啊，亦都會諗下點樣學習照顧仔女，點樣教導仔女啊，點樣熟練上幫佢啊，咁有啲，咁有啲咧就係唔係好識得嘅。咁神咧就係一個好識得照顧嘅，各方面都照顧嘅。咁呢個一個比喻啊。咁大家諗一諗個相反。就先我已經早啲講過㗎啦。相反就係咩咧？譬如一啲父母佢都唔理個仔女，甚至虐待佢啦、傷害佢啦。咁呢啲虐待嘅例子，咁咧就係、是、或者冇照顧佢嘅，有啲甚至喺屋企成日被傷害啦、鬧啦，冇為佢預備任何嘅嘢啦。咁咧就即係呢個係一個對比啦。但係神嘅照顧係點樣嗱？講翻正面喎。神的照顧是怎樣？講大家講下神的照顧是怎樣，即是講了個反面來到對比，即是講神的愛，講到人怎樣沒有愛，又對比。好了，神的照顧是怎樣的？連頭髮都數過。是的，連頭髮都數過。那你可能說，牧師，數過的頭髮都是很少的。你呼吸我們，讓我們有呼吸，讓我們有這麼漂亮的萬物都是去創造的。係啦，咁呢佢照顧啊，即係萬物啊。即係先我啱講咧，就話牧師你自己講頭髮，你啲頭髮都不翼而飛喎，已經。咁咧，但係咧，神俾我好多豐盛嘅恩典，就算我啲頭髮，神都數咗。神話我知道㗎啦，你啲頭髮甩咗，不過咧你都一樣咁，啲人都你都幫助到㗎，唔緊要㗎，你啲頭髮少都唔緊要㗎咁。係啊，我自己睇翻我有福。即係我結婚時嗰個相咧，我將佢整咗數碼，
嗰時我一路彈吉他，啱我嗰時我又學咗彈吉他已經。我睇翻，哇！原來嗰時我啲頭髮咧咁厚啦，同埋咧咁攣啊！即係神俾我，以前咧我唔係好識欣賞喎，但係我而家睇翻，原來我啲頭髮攣得咁靚嘅，即係我有機會俾大家睇下。即係我自己覺得，有時我細個嗰時我唔識欣賞自己啊。咁啊，多謝神。係好靚。嚇 ！YouTube 睇過。即係睇我以前嗰時，我擺個相係嘛？好多啊！好多頭髮係啊！好嗱，咁我去翻神嘅照顧，神創造萬物啦。仲有最緊要，我哋神照顧我哋啲乜嘢啊？飲食啦。飲食嗱，呢個係身體嘅，神嘅照顧最重要係乜嘢咧？屬靈生命。屬靈生命係啦，會幫我哋屬靈生命。大家有冇諗到神點樣照顧你嘅屬靈生命啊？俾愛我哋啊！俾愛我哋啦。仲有咧？俾信心啦。俾信心啦，初頭冇乜信心。有俾盼望，有將來嘅目標啦，係咪？神會自己喂養你咯。係啦，神會教你去睇經文啊。係啦，或者係即係喺你身邊，即係好多人喺度喂養你。嗯，好嗱，當我哋幫助人用呢種查經方式嗱，解釋咗呢樣嘢，神會點樣喂養你咧，照顧你啦。好啦，應用咯喎，嗱點應用咧？就話嗱，你有啲咩需要？你有冇覺得神幫緊你咧？神點樣幫你咧？神到底有冇理你咧？有冇幫你咧？問翻嗰啲人喎，即係如果我哋喺小組啦，即係我而家將呢個啊發揚神屬性查經法應用喺點樣去解釋同埋點樣應用？點樣去啊？即係話啊，你哋有冇啲咩困難啊？或者譬如講下自己先啦，我曾經咩困難，但係神幫到我。讓我知道神真係牧養緊我、照顧緊我。咁你哋有冇啲咁嘅例子咧？咁可以咁樣嚟喺小組裏面咁討論。嗱，因為時間關係，我想嗰啲組長都有啲時間可以你哋領嘅，所以我哋而家跳啦，即係唔慢慢問下大家有啲咩神牧養你嘅。咁我哋跳去嗰一點啦。我哋必像冠冕上嘅寶石，呢一度咧係講出乜嘢嘢神嘅屬性咧？好草我哋嘅，我哋係貴重嘅。係啦，嗱，我哋係貴重，即係神係個屬性係乜嘢咧？睇重我哋。而家睇重嘅程度係點樣咧？比美喺寶石咯。係啦，好似寶石咁，並且咧又可以用一嗱，你可以用不同方法形容嘅，大家都可以諗下。我就會有一個形容咩咧？係同嗰個人嘅行為好似唔合比例喎，即係話有時啲人唔係好聽話喎。不過神都係咁去。想興起佢啊，即係叫佢成為尊貴啊。譬如我自己，我真係咧，我即係講，如果我喺經歷聖靈充滿之前，繼續係嗰種嘅方式做牧師咧，即係我有做得好嘅地方，不過亦都有失敗嘅地方。如果我係咁嘅狀況嘅時候咧，我嘅生命實在咧係提升係唔多嘅。